姑闷啊，你醒醒啊，没有你我该怎么活啊。救命啊救命啊，这是哪儿啊？我要回家回家。你好啊姑闷。你是？我怎么会在这？我是天使啊。你因为一场意外发生了车祸，因此去世了。那怎么办？我要回家，我不能这样抛弃可悠，没有我他怎么办啊？其实你还有一次可以重生的机会。重生的机会？快快快，我要重生。终于回来了，可悠肯定一个人在家着急坏了，我要赶快回去。哎，是可悠，可悠，我又回来了，嘿嘿。这是谁家的臭狗狗啊？起开起开，不要烦我。我是姑梦啊。可悠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臭狗狗，难不成我怎么变成小狗了呀？我不是重生了吗？天使啊，你居然骗我，你给我出来。我没有骗你啊，是你自己选择的重生。我话还没说完你就选了重生。我不管你骗我。哎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只能默默守护可悠了。今天早上甘蔗刺瓜都熟了，这会儿可悠还没起床呢，我去帮他收了吧，这样他就可以多休息休息啦。终于收场了，用狗狗的肉体